好，我是小蜜桃 Peach， 我的身高156公分，体重46公斤，平常很喜欢唱歌给大家听，跟大家一起聊天。那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喜欢躺在家里面看剧、看电影跟看动漫哦。那我喜欢的男生类型是希望他可以陪我一起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希望他是一个幽默会逗我开心的人哦。那未来呢，我们会一起在遇见神州相遇，来一起遇见对的人吧。